的 Nest。咔咔！一天最少要有80封 message 来追杀他。而且就连看到一只蚊子被蚊子叮都要报告一下，有蚊子叮我痛。除了好想你，好爱你，我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，这些话题之外，不要有其他话题哦。你想我吗？为什么不想我呢？不要关电话，因为我要跟你讲，我很爱你。要记得要 check 他的电话， check 他的钱包，他有 bank 就最好要 check bank， 全部 check 光光。跟女子讲话。要没有事也要找架吵。喂喂喂喂，怎么你这么找别的女子讲话？为什么？什么女子？你为什么要找别人讲话？怎么有我手机啊？我已经看完了。为什么你偷看我的手机？为什么我不会偷看你手机？我是你女朋友。为什么你没有尊重我的私隐？你给我道歉。不要。跪下。不要。不然我就丢掉你的手机。不要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，不想过。